过一半而已啊。上半季我打了几次，我投了几局，都可以好好的看。这一球打成了一个飞球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是中外野手来接，接到之后传本垒，哎呦，哇，漂亮，攻防都漂亮，不错。这个只是哦，如果由右外野来接，传的会比较顺。对。不过右外也是左，对，左手左撇子了哦，那也没有什么，真的是比较有力。那以张正伟刚跟张志豪来讲了，张志豪的传球背力比较好，没错没错，所以他让给他来接。对，而且中外也要的话就让给他。不过确实传得不错，现在倒是了哦，兄弟像这一边也没有做这个考虑。看那个泰山有没有脱靶，哎，陈江河做这个动作了，钱江河一定说叫投手一定要确实再问一下三垒有没有脱靶。